惊喜，你往右转。右？哪个右？你给我找这个吗？喜欢吗？嗯，喜欢的话，那你叫声老公听听呗，嘿嘿。哎，我感觉你特别有才呀，你在哪儿呀？我在家呀。你咋来了？你不是大过节吗？我这不寻思你一个人在这儿大过节的，好几天都见不着你呢。来，走一个。哎呀，你走开，难免的。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去哪儿啊？走。哦，真能这样，中秋节就应该在家陪爸妈呀。哎呀，我明天早上再回去呗。400公里呢，开车累不累？不累，800我也得来呀。哎，要不我带你去咱爸妈那儿一块过节吧。什么咱爸？叔叔阿姨问好了吗？问了，早晚不得改口吗？想得美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就这儿吧，这儿没人吧？不好。这有啥不好的？没事，放就行。刚才许的什么愿呀？老师，说的不准啊！哎，你呢？你刚说完说了不准。